清晨四点，51位志工摸黑步行前往摩耶夫人庙。慈济57周年，殊胜因缘成就，慈济首次在尼泊尔兰毗尼摩耶夫人庙举办朝山。你到这个摩耶夫人庙里面来的时候呢，你心你就很自动的就会很清静，而且呢思维呢你就不会有很多的杂念。有一种体会，就是我在这边进行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上人说菩提大道子，所以说从花莲链接到佛国圣地，我想这个菩提大道子都是同样的一个维度跟道场。Today, it's very different than what I have been practicing before. Today, we have a three-step bow. I feel very peaceful from inside. So you just forget what's going on in your circle, in your surrounding, kind of following what Sakyamuni Buddha, what our master is, master has taught us. 在这个期间哈，中了 COVID 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个殊胜的那个朝山因缘。还好在两天前呢，就出关了。庄严朝山圆满，大家齐聚在慈济兰毗尼会所，透过视讯连线花莲静思精舍礼拜药师经。我们已经有发愿来到这个佛国，我们祈愿就是以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嘛，开始把慈济的整个的法脉啊，可以在这个佛国里面啊，这个然后尤其是为佛教这部分呢，我想这个还要更努力去。实践整个人间佛教的那个精神。大爱新闻，翁诗莹、尤尼斯、杜永耀、陈敏，尼泊尔报道。